孔子于乡党，栩栩如也，四不能言者，其在宗庙朝廷。田骈言，为谨耳。昭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怡怡如也。君在，促及如也；与与如也。君召使病，色薄如也；足厥如也。衣所与立，左右手衣前后搀如也。趋进，亦如也。宾退，必复命曰：宾不顾矣。入宫门，居宫如也。如不容，立不中门，行不履玉，过位，色薄如也，足厥如也。其言四不足者，设其升堂，居功如也。摒弃四不息者，书降义等，逞颜色，夷夷如也。眉皆趋近，亦如也。复其位，促及如也。直归，居功如也。如不胜，上如衣，下如兽，薄如战色，足素素如有旬，祥礼有容色，思敌于于如也。君子不以干邹事，孔子不以为谢服，当属枕痴戏，必表而出之。自衣高裘，素衣泥裘，黄衣狐裘，谢裘长短又媚，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伴，狐毫之后以居。去丧，无所不佩，非为常，必杀之。高裘悬冠不以吊，及月必朝服而朝，其必有名衣，不其必辨识，居必迁坐，食不厌精，快不厌细，食易而爱，与馁而肉败，不食色恶，不食臭恶，不食湿润，不食不食，不食歌不正，不食不得其将，不食肉虽多，不使盛食气，唯酒无量，不及乱，孤酒是腐，不食不彻僵食，不多食，忌于公，不素肉，忌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不食之矣。食不语，寝不言，虽蔬食菜羹瓜蓟，必其如也。席不正，不坐，乡人饮酒，帐者出，司出矣，乡人挪，朝服而立于坐阶，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馈药，拜而受之，曰：丘未达，不敢尝。就焚。子退朝，曰：商人乎？不问马。君次食，必正席先尝之；君次兴，必熟而见之；君次生，必处之。事食于君，君忌，先犯，及君使之，东守，加朝服，颇身。君命召，不似驾行矣。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朋友死，无所归，曰：与我病。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，寝不施，居不客。见其衰者，虽瑕，必变；见绵者与骨者，虽泄，必矣。貌胸腹者视之，是副板者有胜传，必变色而坐，迅雷锋裂，必变生车，必正立直随，车中不内固，不及言，不亲止，色思举矣，祥而后及，曰：山良辞志，实哉实哉。子路共之，三袖而坐。